这里这里，可以啊。哎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张张张。这里这里，那个好像跟我去那个运动会。超近的，这里的那个羊驼就是这么近的。张张，哪一根哪一根？哦。他双没拿，他整个跑出来吃。你戴口罩了，你不要，你已经戴口罩了。我要拿两根起来，一根给妹妹。不会臭。他不会咬你了。他有牙齿吗？好像没有。有啦，在里面啊。你刚开始吧，给我看，我看到。有有有有。在救死，他在救死。要拍照，快把口罩拿下来。拿一根，拿一根，拿一根。你拿，我拿，我拿，然后他就可以拍照。来，把口罩拿下来。你拿口罩，你不要比耶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哦。快跟他靠近，靠近，靠近他。你看这里啦，看到妈妈，对。两个好像。再次再照，哎呦，靠近一点，再次再次。好，靠近他，靠近他。有啊。张，你要不要拍照？哎，那只也蛮可爱。哦，又又来，你快跟这只拍，跟这只拍。我要，我要，我好，你好近哦，你好近哦。张张，你要不要拿一个？可爱。奶奶，你看奶奶。不要紧张啦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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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走走，我去那边，来来刷。你看小 Yuna， 他很紧张。小 Yuna 真的是很好笑。啊！你偷吃。好，跟你。我要举很高，这真可爱。这好可爱哦。你们拍照，上上一个我来。我们两个在喂羊驼的时候，你们在看猫。他们这里有很多都是这种非洲草原猫。我看见。它不是一般的小猫，真的哦。嗯，它是非洲草原猫。啊？怎么分？它刚刚有介绍。不是，我是说跟我们一般的小猫，它趴在这，它趴在鸟笼上是守着它，对不对？上上上上走。你要带我去看什么？我们去看梅花鹿。我们去看梅花鹿好不好？梅花鹿你比较没那么紧张。哎，快捡起来！小羊，小羊，不要紧张啊，因为你不要紧张。你抓什么？你在抓什么？它不吃。它不吃。你看不穿，你看不穿。小羊啊，你喂它一下。它不吃啦。那你喂小羊，小羊。梅花鹿，梅花鹿。它不会咬你，所以你就轻轻松松的没关系。它不吃啊，它吃啦，它吃太饱了。没有，它刚刚我喂它，它好吃啊。还是你喂了它不吃？别人的口水喂它不好。哦，那你刚，你刚刚那个先被谁舔过？羊羊羊比较不会那么娇，比较会娇哦。他不要哎。好像对，那这个饲料是给后面的，后面。我也真的吃。来，又喂又喂。还喂哈，又喂。来。你要在中间放在里面。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。双超紧张，来，你在旁边来拍照。不要这样用手，你在干嘛？好了，再给你一只。再给你一只。来。它是编号的。它编号。哈哈。它在看风景。你真的不吃了？你不吃我吃喽。这是你的、欸。因为他们好像沾到口水之后，他们就换边，他们就是不吃，然后就比较挑。那他这边的话，这是他的口水啊。这边的话，其实像光秃秃这边，其实它原本是樱花，所以它如果盛开的话，应该是蛮漂亮的。妈咪，这是很漂亮的。
然后这边要小心走，因为它这边的地板啊，就是会有点就是凹凸不平，然后你可能往后走的时候，后面就没得喂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但是你可以等一下还有羊驼，你可以把给羊驼、再回来给他就好。对啊，羊驼好像特爱吃，然后他这边有小羊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到第三区是小猪猪，我们去看小猪猪，然后他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要吃吗？它是梅花鹿，不不。来。好，宝贝。哎，它这如果是整片都是那个樱花的话，就真的蛮漂亮。对啊，而且它其实蛮大的。我以为只是一个围起来的小区而已。哦。感觉好像这座山都是它的。嗯。咱们往上看是什么，好吗？对，你要看到鹅啊，鹅你就有兴趣啊，因为不臭，它也不会靠近。这边通风，它怕太主动的。鹅在游泳。哦，它好卷哦！你知道它是什么猪吗？啊，它叫绵羊猪。绵羊猪。对，它看起来就是很像绵羊，然后又很像猪猪。它没有过来啊！你撒一点点给它，你不要太靠近它。你可以靠近一点。对，好，可以喂喽。来撒。就撒完了。OK。对吧？撒那么浅，人家吃不到吗？你撒太，那个了，布布。来，布布，你还没有撒完呀？你撒里面一点啊，不然它的毛真的是好卷哦。对，它是卷毛，它有烫过。它有烫过。它是卷，毛。叶龙们，我们要去，我们要去吃它。还有一些。等一下跟大家说为什么要吃它。这就是刚刚的猪猪。哎，我先讲完你再吃。这就是刚刚的绵羊猪。那你看完它之后再看这一根。它蛮可爱的啊。好，那但是这一根呢，就是因为来头不小。这一根就是来跟我看一下我的。比我的食指再长一点点而已，这只短，这只要120。他说是时尚玩家有介绍过的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是厉害在哪里，我们就先咬一口，好不好？你女儿等很久，我知道一直看你。好吃吗？是蛮甜的，吃吗？最后一个我，不要，绵羊猪，这是棉花的。绵羊猪吗？蛮 Q 的啦。嗯，蛮 Q 蛮甜。我刚才在吃你那个锅。但是香肠就是香肠，对，但它香肠真的就是香肠，但是它是今年卖有多斤，但它是蛮，等下帮你弄，蛮 juicy 的。嗯 ，OK 啦，我感觉配个蒜头会更好。我是这个呢。好，今天就带大家来试试看，对，你们慢慢吃。好，你们慢慢分。这间呢？这间哦，刚才都没有跟大家介绍过。有只对，有只来，刚都没有跟大家介绍。它这边是来，这边是金山，金山这个叫鹿羽松牧场。那它这里就是有那个羊驼、小羊、梅花、梅花鹿，然后跟小猪。那它还有一只，其实是那个什么？我的盒子被翻了，超可爱的。那里面应该没了，只剩下那个饲料。哎哎哎，小尼玛哥，哎，他真的很厉害。我帮你。而且我发现他，他连饲料都没有了，他要拿那根萝卜啦。好，来，这样给你。没了。没了。太好笑了，宝宝，对，你们可以拉着他的那个上课，哦，可以吗？哦，真的吗？这样拉吗？对，他们经常拉，你只要好，他很喜欢，是不是？快点！他很乖好乖哦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哦！而且我们今天这樱花树这样子配蓝天，真的好美哦。
我后面很多哎、欸。啊，后面好多哦。哦，这边也是哎、欸，这边可以在这边，就是还蛮舒服，这也蛮好拍的。还可以吃东西。耶、yeah。哦。这边 view 蛮好的、哦。对啊，六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还蛮舒服的。对啊。还上上上来。对啊。你看啊，好美哦！你看好美。哥哥。好，我觉得这边还不错，而且重点是它假日没有说太多。哎呦，你看，茶假。对对。那边应该喝个咖啡，看一下这个海景。看后面，其实这个山的这个林线也是很漂亮。哦，有。因为今天的空气是很透的，所以你看远方的山呢、啊。都很明显。嗯 OK， 我觉得爸爸帮我去下山买杯咖啡上来给我。你自己开车下去拍的。哇塞，有 feel 有 feel。有没有草尾？跳！哎呦，有吗，妹妹？我现在已经比、那個、女孩就是女孩，谁都高了。还要爸爸这样抱。但我觉得他这样弄个小秋千还不错，然后他后面还蛮好拍的，后面也好看哦。而且他还是选到这么高，因为我这边在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，哦，对啊，前面的 view 还不错。